第十题，小蓝玉进行皂化反应，它应该找哪两种药品当反应物？皂化呢，就是脂肪跟碱的作用，脂肪就是所谓像沙拉油啊、猪油这种油类，在这里就是所谓的椰子油，就是我们的脂肪。我们的碱，我们课本上要我们用的是氢氧化钠，也就是我们的脂肪油跟氢氧化钠作用产生我们的皂化反应。所以第十题问我们说，它应该找哪两种药品当反应物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乙丙。